那以前的话，我如果来，他可以走下去呢，可以走到下面去拍啊。我有拍李船长的船呢、啊。哦，李船长，这是法国的。对，这艘租车在自己的港口。嗯。啊，这一艘是承租船，不是自由船。可是他们船公司这么大，他们怎么会想说像上次那个长荣也是一样，跟日本租的那个船卡在巴拿马运河那个，还是什么运河？那个苏伊士。对，苏伊士。我说长荣不是很大一个公司嘛，他有自己在盖，有自己做的船啊，为什么还要再去承租？省那个钱。船舱这样子，它货柜叠那么高，根本就看不到了啊！可以啊，也可以看得到啊。可以的，不能挡住它的视线了、啊。因为感觉这样子好像，你看它上面那个货柜这样子。视角的分析啊，其实是没有。其实是没有就对了。这可以装多少个货柜啊？这个差不多一万。线还可以再承载啊，因为它还没有到止损线嘛，还是说一定要放死去？它那个还可以再装啊，还可以再装啊。对啊，它最高就是不要超过那个，不要超过蓝色的。没有，那边不是有一个远的？对，那叫国际主条线。好，你超过这条是没关系，但是不要超过国际主条线，这样就是超了。好。他说要下面一个是 PUG。然后箭头向下，那个是什么意思？差不多，你说的用 U 字就是它拖船的用，在顶住的那个位置。哦，顶的位置就对啊、哦。哦，是这样子。对啊，说其实为什么要标这个？它顶的那个位置，那几个点